你不会是给我下了什么咒文吧？小人之心。 徐督办，婉清小姐。顾小姐，新片上映，恭喜恭喜！谢谢徐督办。谭司令，谢谢你的电影票。哎，小事，不足挂齿。光耀阁，那我们就先进去吧。嗯。一号厅贵宾席，两位是情侣座，请。谢谢啊。请。谁给他们安排的情侣座？我，好人做到底嘛。小姐，今天是我新电影发布会，你笑一笑，笑一笑。看这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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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这里。顾小姐好漂亮啊！是。 你之前看过他的电影吗？没有。小叔叔，你刚刚是不是吃醋了？故意捉弄苏公子？没有。演的还不错。是啊。挺好看的。 你好好看电影行不行？哦，好。我去一下洗手间。嗯。去一下洗手间。 这里有人了，现在不是没人吗？我说两句话就走。都说了各走各的道，你拦着我干嘛？ 今天你掉了，我给捡到了。我都说了不要了。就一直很好奇，为什么你跟我吵完架就把它给扔了？心情不好扔着玩呗。你不会是给我下了什么咒文吧？小人之心。我捡到了，就算是我的了。我要回去研究一下，等知道了是什么再跟你算账。